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即便你的语言描述颜色的词汇数量可能不一样多，但是我们去把它整理出来，发现你的数量多少，好，不管。但是你的先后排序，先后去决定到底要用哪些，要去描述哪些颜色，你好像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阶层关系。好，那如果你今天要再多描述一些颜色的话，那接下来你会再多加的就会是这三个颜色当中的几个的其中几个，黄色、绿色或是蓝色。好，所以假设你今天有四个颜色，黑色、白色、红色，第四个就会是黄色或者是绿色或者是蓝色，可以吗？好，如果你今天有五个颜色，那你就会从这边再选出两个来去表达。六个的话，那这三个就会被用到，前面的一定会被用到。好，所以我们说它有 hierarchical 的 level， 就是那种阶层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刚才提到，如果不支持语言相对论，不支持语言会影响思考，主要是发现各个语言之间有共通性。好，所以在这点发现说，语言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知觉历程啊，或语言本身，我们在建构我们的语言符号当中，你去描述外界的颜色或是外界的一个现象，好，你的那个用的词汇先后次序还是都一样啊，只是有些习惯用多一点，有些会用少一点。这是一个不支持的一个例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句法，句法规则当中也有一些研究是比较支持语言影响，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考。例如在1992年的研究呢，他们发现西班牙语当中就有一种那个有两个词汇，它的概念都是 to be 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想这样的一个意思 ，to be 这样的一个意思，分别是 ser 或是 estar，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对，因为我不会西班牙文。好，所以 to be， 因为我们说是是什么好，或是它处于什么状态，你可以用这两个字眼在西班牙文当中来去表达，但是他们两个。即便都是 to be 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它使用的时机不太一样。这个 ser 呢，它使用的时机是指说这个东西呢，或是这个事件呢，如果它是 permanent， 它是永远存在于这个状态的话，你要用这个 ser， 用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如果它是短暂，只是暂时存在的话，你就必须要用 就是 estar， 可以吗？好，所以他们去用这个是to be 这样的概念啊，你要去区分这个东西这个事物到底是永久的存在还是短暂是处于这个状态，去做个区隔。哇，你就会觉得哇好痛苦哦。就像是我们在英文的学习当中，英文当中男生的他女生的他用不同的字眼表达，你就必须要把这个他做个区分。好，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边是他的个句法的规则，就发现说，成人呢，跟小孩子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你发现有不同。好，成人可能对这个语言掌握越来越好，他越能清楚了解什么时候这个物体的状态是永恒的，或者这个事物的状态是暂时的。所以对成人而言，一般而言，物体如果它存在的一个状况 to be， 它往往会用这个永恒的一个 ser 的字眼。而如果是事件的话，好，那往往他会用的是这个暂时性的字眼 estar。那如果是小孩发现说他往往会搞不清楚，或是他倾向把这个物体呢都当作是暂时存在的，不管是事情或是物。好，所以从这个成人跟小孩的比较，你就可以看到，当你对一个语言掌握的程度不一样。即便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哦，但是你对语言的掌握不一样，会影响到你的思考，会影响到你的一个态度，或是你看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在刚开始你不熟悉的时候，你可能都把它放在某一类，之后等到你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稔这个语言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仔细去做区分，他们两个之间有不同。好，所以你的语言使用能力呢，会影响到你的思考方式。这是一个支持的一个证据，语言会影响思考。那下面我会再举其他的证据。我这边有两个颜色，就是说原本它也可以是一个支持的一个证据，但是后来有一些
弊端，所以有可能它是反对的一个证据。OK， 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谈这边语言相对论。OK，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相对论，语言会影响思考，这是一个比较弱一点的一个说法，语言影响到思考。那这边有一个支持，或者是后来是一个不支持的一个证据。好，主要是研究来自五八年的研究。那五八年的研究发现说，哎，当某一个语言相对于英文啊，这边的使用的语言是 never 这样，好，这个语言不知道是什么。简单的说，你找不同的语言之间去做比较，好，看看这样的语言特性在另外一个语言当中是不是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特性，就发现说，在某一个语言当中呢，今天小孩子在学习这个语言的时候，他在分类的时候。影响思考，好，它分类，我们在做事情，在分类外界的事物的时候，会比较仰赖 shape 形状。好，那相对英文使用者呢，他可能比较仰赖颜色，或是其他的一个面向，至少他不是像这个语言使用者那么仰赖形状。好，就你发现说不同的语言会影响到你的分类方式不同。好，所以这也是支持在上面早期的一个结果，也是支持语言会影响到思考，这边指的是分类的一个方式。OK， 好，但是呢，有一些反例啊，或是有一些反证，最主要是在58年的研究呢，他们有特别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比较，同时去比较，如果来自英文使用者尤其是在波士顿哈这样的英文使用者，跟那个在当地这个 Navajo 哈他们这个地方使用这个语言的人呢，去比较他们分类的方式。所以我们都是使用，都去找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当母语的人，他们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方式，就发现他的分类方式反而是非常的相似，都是仰赖 shape， 仰赖外形为主要的分类方式。而英文使用者，当他是来自 Navajo， 他的分类方式反而跟英文使用者来自 Boston， 他的分类方式不一样。如果按照语言会影响思考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不应该因为你所处的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你会受到影响的是你使用的语言不同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思考方式。好，所以后面这样的一个结果比较是反对语言会影响思考，反倒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你在当地或是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许一开始会仰赖某一种分类方式，这是一个发展必然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后面的一个结果是反对的。那另外也有支持的，就是刚好来自中文的研究跟英文的研究之间做比较。那我想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族群，你今天学了中文之后，你也学了英文，那你也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中文的词汇不代表英文当中有，英文的词汇当中也不容易直接翻译成中文。好，所以彼此之间有一些就是相通点，但是有一些部分是各自文化特色当中所存在的。那在这个实验当中呢，他让受试者去念一个文章，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去描述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描述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是一个社会技巧很高的人。好，那怎样，好，分别用中文来去描述或是用英文来描述。那这样的一个描述过程，我们说他很八面玲珑，或是他很懂得应对进退，我们中文当中通常会给他一个词汇来去描述这样的一个人，例如世故，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好，或是我刚才用的字眼八面玲珑。但是在英文当中好像没有一个这么对应的一个词汇。不过有些同学提到说 sophisticated， 就是很 sophisticated。 好，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回去查一下，很复杂，好不好？ sophisticated 是有些人会觉得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对应啊。好，那至少在这个研究当中他认为是没有中文当中我们可以用世故这个字眼来去描述这样的一个人，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之后在回忆他里头的一个细项的时候，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词汇帮助你，那你就知道说世故的人会是怎么样。好，好，你今天在回忆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回忆。好，所以这个是因为不同语言当中你的一个这个词汇的一个特性不同，会影响到你的回忆。你有这个词汇来去做一个承载，好，你之后能够去回忆的时候，内容本身就比较容易出来。好，因为这个词汇本身好像提供一个 stereotype，
一个典型，一个点啊，一个模范在那边，那你就可以仰赖这样的一个模范来帮助你去回忆。好，这边应该要把它放在是 semantics 啊，就是语义的部分，而不应该放在 syntax 啊，这边做个修正。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也不用太讲究，只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样子我分类就会比较清楚。这个是属于语义的一个操弄，而不是句法的一个操弄。好，那我刚才应该说上星期在介绍语言的这个章节第九章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第九章没有去特别去谈这个主题，双语使用和双语的研究 （bilingual studies）。但是这个主题呢，在学校啊，或是在各个国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好，即便在美国，它对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在欧洲或是在其他国家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双语或是多语的一个国家。所以大家非常想去了解，在你学会这么多语言的时候，你的大脑的运作怎么分别去对这不同的语言，它的运作方式又是如何。那双语使用者呢，我们又可以去区分成两类，就是很简单的分成两类。一个是 simultaneous bilingual， simultaneous 指的是同时，所以 simultaneous bilingual 指的是你从小同时掌握两种语言或是多种语言。那这边白灵果我们说两种语言。好，所以假设你今天从小接触了客家话，也接触了Mandarin 中文，那你从小都是在用，只是碰到不同的人用不同的一个语言，那你就是 simultaneous 白灵果。那如果你是下面这种 sequential bilingual， 像我们的英文相对而言，不过说大家是 bilingual 也不能说不是，但是比较是属于 sequential bilingual， 中文跟英文。你今天先学会一种语言了，中文，之后呢，隔了一段时间，你才开始学英文，那这个就是有先后的一个时序，学习的一个时序，我们把它称为 sequential bilinguals。所以很容易理解吧。那在双语研究当中呢，就会想要先去了解你这个所谓的 bilingual 双语使用者到底是哪一种，因为不同的一个状态啊，你学习两种语言不同的时间，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表达或是你的理解能力，好，或是简单的说就是你的语言使用的一个能力可能因此有不同。此外呢，在语言的那个双语的研究当中，它有去区分两类啊，一个我们把它称为 addictive bilinguals。这个是一个期待，希望大家在学语言的时候学了两种语言，对你而言呢，两种语言的能力都是可以同时掌握的很好。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是 addictive bilinguals。 那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双语使用者往往都是这样的一个特质偏多。你发现他自己的母语，例如德语，他可以说得很好，他的英文也说得很流利，你根本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哪一国人，因为两种语言对他而言都是流利的。之后他去学荷兰文也是学得很好。 OK， 好，所以在欧洲很多国家他们比较是 addictive bilinguals。 那 addictive bilinguals 不代表他是 simultaneous bilingual， 他学习语言可能是之后我大一点我老一点再学另外一个语言，因为我需要用到它。好，所以这边只是你在两个语言或是多个语言的掌握上面，到底是两个同时并行呢？好 ，addictive 两个同时保留，还是下面这个 subjective bilinguals 减法的一个那个双语使用者？你后来学的这个语言或是你学了另外一个语言之后取代了，或是干扰了，或是原本那个语言之后就不再用了。这个很常见到，对不对？或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像有一些，可能小时候移民到国外去之后，爸爸妈妈即便很努力想要教他讲中文，但是他就不讲，因为在学校或是在跟朋友互动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时候不需要讲中文，所以他的中文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反而他最擅长的语言是英文。那这种情况之下，两种语言的掌握并不是对等的，或者是并不是同时保留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 subjective bilinguals。 好，所以这是不同的那个双语使用者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也使得在双语研究当中变得有点复杂，因为不同的状况你出来的一个两种语言的能力可能就会很不一样。
那在双语使用者的一些研究当中呢，发现双语使用者他们有一些伤害，或是学习双语有一些伤害 harmful， 对，这课本的一个用法。他认为说，来自早期的一些双语使用者的一些研究当中呢，发现如果你是社经地位比较差的，好，你今天呢比较倾向是运用刚才前面提到的 subjective bilingual 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好像去废除自己原来的语言，或是自己原本的一个擅长的语言之后不用了，而是用另外一个这个主流文化所使用的一个语言。那当然有一些很多的社会因素导致，或是一些环境的因素导致，不过这是课本统计的一个应该一个说法。那如果来自相对比较中高社经地位的，对于他自己的母语，他认定或是他的一个定位，他是应该说有自己一个认同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并不会因为学习了另外一个语言而压抑或是废弃他原本的一个语言使用。好，那不过我说了，这个是一个课本整理的一个状况，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因为认同的问题所导致。那同时呢，在双语使用的研究当中发现说，你今天呢，你的 IQ 和你的 achievement 啊，你的那个成就测验呢，有时候在那个单语使用者跟单语使用者 monolinguals 之间去做比较呢，双语使用者的一个表现不竟然都会比较好，所以换言之，有时候反而是比较差的。甚至有一些研究去比较，你今天从小就学习两种语言，和从小只学习一种语言，这两组人双语跟单语，他们在发展一些能力上的发展，双语的使用者他们是有一些 cost， 是有一些障碍，或是会比较慢一点。好，所以同时学很多东西并不是不辛苦，只是可能小朋友又叫不出来，也不知道什么叫辛苦，还就这样子学。好，但是去仔细去测量他们之间的一个异同的话，单语使用者在某个时间做比较，你发现他还是具有一些学习上的一个优势，所以双语使用者并不是没有任何的 cost， 没有任何的辛苦的地方。那这是从比较，我们说比较 cost 的一个角度来去看。那当然双语使用者也有一些优势啊，或是有一些好的地方啊，例如说今天呢，如果他学习的越来越敏感啊，他对他的语言掌握，这两种尤其是两种语言他的掌握越来越好的话，他越能去感受到语言之间的差异 sensitive。 那语言之间有差异，他如果感受到这样的能力，我们把它称为 meta 的能力，或是 meta linguistic 的能力，后设语言的一个能力。这种能力不竟然是要很清楚的讲出来，但是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去学习啊，把语言学得更好。那这个往往在单一语言的使用的上面呢，是很缺乏这个能力的，因为没有比较过，你就不知道差别在哪里，那就更难发现在某一个语言的特色，因为没有比较。好，所以透过比较呢，你可以更敏感啊，更能够掌握两种语言。好，所以有些研究发现说，百灵果他们在一些非语言的一个智力测验当中呢，他的一个表现会比较好。好，那我之前有去参加一个会议，他有提到说，百灵果他们在做一些转换，一些 switch 啊，你在认知要做转换的时候，他们的转换的一个能力是比 monolingual 单一语言使用者来的好。因为对他而言，他生活当中就常常需要这两种语言这边换来换去。好，所以转换这个是很费力气的，或是你需要你的注意力介入。那百灵果他们平常就是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运用，使得他们这样转换的能力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这边才会提到说，在一些认知非语言的作业当中，他们的表现会很好。